热公公。哎，观众朋友啊，今天要讲的锣鼓演艺处的。看你面目，莫看你赌博。看你面目，莫看你赌博。哦，你都做埋见群见笑啦。好了，挨着唔到你啊。讲唔笑，喊笑吧。莫再讲笑咧啦。很少挨人笑呢。是你啦，村长先生，我的喏，没提示恁人哎，只是你那肚子真是很大哦。你用半走的用小念肚脐呢？哎呦，没啦，现在因为给看下来，动作给小熊妹应该肚子啊，咚咚一下哎，我就让笑个呀。干嘿哎呀？嘿呀！啊，我的哎，根本也给老姑娘你的意思哦，我问我的。做唔得去那骗人财富的地方啊？冇，我上到骗人嘅吃准心冇？冇错，唔错，你阿弟老公英语讲咩样解释嚟啦？啊，你今日冇解释下？我问你到啦，你到看我嘅面孔，看到乜嘢啊？面孔，目珠眉毛啊，目珠、屁股、耳光，再还有嘅皮肤啊，头那毛？冇错，你阿是喺度讲嘅唔管啦。该你都看得懂啊，读书都有嘛该么？读书不身体底部器官啊，肠诶、胃、肝、腰诶也得啊，还有个骨头啊、血管、血给着诶啊。你系你都读个书当看来诶啦，还是你都用木柱看来诶没？爱到个木柱用咩 X 光，那有可能看得到。所以讲啊，该你都看爱，可以出爱心肝读上埋么？我哋又唔系都市地方晒虫，用可能会跌呀。所以啊，你嚟木柱啊，是看得到你外表三度正者，啊看唔到佢头脑地图装乜嘅，咪看唔出佢心肝图像乜嘅。你阿仗系叫咩？叫老古眼耳嘅意思。哦，原来系爱鸟人哦。换句话来讲啊，佢是发肤发皮难发官，地人地面不地心，有意境哦。不过吼，人性格土皮啦，开眼之心不可有，放眼之心是不可无。比如讲，你都是做唔得天才少年啊，因为你都唔得了解人嘅很美味极限啊。哎呦，我哋喊不爱就唔敢小先生上到唔认道啊，脚也唔长，中年铁正经，唔爱讲啦。哎呦，我感觉今日按到诶缺点噶。不过村长身上有一只东乡的优点哦，这就是杜氏胎。杜氏胎咪是优点哦？哎呀，这杜氏胎古所地都的好闻味道啊！哦，你要杀杀是必啦。韩国哦，杜氏胎哦，土龙也胎啊，聪明啊，村长先生。我刚刚嘴讲唔错，错错错，我先错。吼，观众朋友啊！你要是叫咩老古眼耳啦？看你面目，莫看你赌博。